学会了骂就懂骂。汉字妈或念魔，这个字的台语是一定要学会的，它跟汉语的骂同音，学会骂就懂骂，懂了吗？称呼奶奶祖母要叫阿嬷。阿嬷一词在台湾经常被使用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中，用来称呼没有血缘关系的年长妇女，表示尊敬。称呼曾祖母、祖奶奶要叫祖嬷。林祖嬷这三个字在网上相当红，嫩的台语要练林，是你的意思，是单数第二人称所有格。林祖嬷翻译就是我是你祖母，换句话骂对方是孙子，这跟北京人骂我是你大爷是一类的意思。